感觉会跳哎、我记得这个路。早安，昨天呢看了迪士尼的烟火秀，回到饭店大概是10点多，小桃子早就已经睡着了，但因为10点多这边有时差15个小时嘛，大概在台湾是下午左右，刚好是工作最忙的时间，所以呢就联络很多公关公司的朋友啊，然后处理工作的事情，我大概忙到凌晨3-4点才睡，今天早上就睡得比较晚了，然后加上11点饭店就要 check out， 所以就没有办法在饭店就是跟你们做开场，现在只好在车上。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等一下会先到就是迪士尼附近的一个我们从网络上看到还不错的公寓去看看，因为这次来美国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来这边看一些学区，我们之后可能会搬过来这边住，我之前有说过了，第一个锁定的是迪士尼附近，是因为觉得说哎，这样之后带小桃的去玩很方便，可以买年票。这公寓是目前正在考虑租的，它的旁边就是 Anaheim Angels 的天使球场，大联盟球队的哦。哇，你要不要戴帽子？那个洞不大，我大不大？太大了，是不是？打棒球的狗狗吗？这个是打棒球的 Mickey 呀、啊，对不对？嘿嘿嘿，有没有觉得那栋公寓的外观一副就是我的菜，大胆的撞色，然后跟我一样喜欢这种缤纷的色彩。那它其实主要标榜是里面的装潢是属于豪华级的，还有酒吧，顶楼是露天游泳池，重点是距离迪士尼开车10分钟左右就会到了哦。那接下来今天呢，我们的安排是到好莱坞附近去逛逛咯，我们要开车1个小时左右。小桃德啊，他是一个上车睡觉的好宝宝，跟我一样，我上车就觉得好想睡哦。那我们现在呢到了环球影城的 City Walk， 我们一起去走走逛逛吧。其实是昨天他不是买了一个是前天了，他买了一个那个树宝宝的人偶，但是他在推车上睡着，他抓在手上结果掉了，我们没有注意到，我就答应他说要重新再买一个给他，结果没想到迪士尼乐园两边里面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找不到那个 Groot 可以买给他。今天呢想说到环球影城来看看可不可以幸运的找得到那个树宝宝，然后让他开心一下，他现在还不知道，好，我们就尽力咯，如果找不到的话就算了。怎么人好好笑，对不对？加比耶！哇，我的 Donuts 真是很厉害，有创意的甜甜圈店哦，这装潢好漂亮，我喜欢，我喜欢这种浮夸可爱的鲜艳色彩。一起逛街 ，Nike 耶，你最喜欢 Nike 了。这是谁？蜘蛛人。蜘蛛人有喜欢吗？有。哇！你看，哇，这个好厉害哦。连 A 寡妇也在那面。这个也很好看。哇！哦，这双超好看的。这
好美哦！这里连小朋友球鞋的选项都多好多、哦。我每次在那个台湾上网想要帮小陶德买球鞋，选项很少，就是我喜欢的，然后撞鞋率很高。我买一个球鞋。有吗？你有要买球鞋吗？这个是奥克耶。这个托马也不错。然后这个奥克鞋耶。只要有这些英雄就够了，对不对？哇，粉红色的，哎，粉红色的70，好好看，我的是黑色的，好好看哦，好好看哦，哇，彩色的，哎，不要吗？你不给我看，只有你可以看你的，是不是？妈妈不可以看妈妈的吗？是吗？不可以，谁不给我看鞋子？你要对吗？不给我去看鞋子，你这样可以吗？你可以这样子吗？可以，我要不去。小陶德不给我看鞋子，但是他很贴心帮我选了一双。德德，你觉得我要穿哪一个？你喜欢我穿哪一个？这个我喜欢。这一个，他说这个红色勾勾很棒，然后还有白色这一个的勾勾是银色的，也很棒，对不对？好像蛮好看的耶，哎。你眼光蛮好的耶，先生。我拍你。这个真的很蛮好看的耶，越看越耐看哦。这个很像是蜘蛛人、钢铁人，还蛮好看的哈。还有美国队长。美国队长哦，好像真的蛮好看的耶。小陶德，你眼光好好哦。我可是你那里还有一双那个？我已经有一双这一种的了哦，是不是很好看呢？你要买给我吗？要要。我的鞋子的好好看哦！我来，我带你去看一个吧。这个哎，黄色的耶，好好看。来，粉红色的 pink， 好看，好可爱哦。这个琉璃体耶，你那个也是拼色的。超人的袜子，哇，好好笑。有谁想要把超人穿在脚上啊？有这种人吗？是你吗？没有，我想要穿那个。你买了什么？这个叫什么？闪电侠。哦，你喜欢吗？你喜欢 Deadpool 还是喜欢闪电侠？接下来一个，哦哦，选择障碍。哦哦，你要 Deadpool 吗？还是闪电侠？闪电侠好像比较厉害，对不对？他可以跑很快哦。那这样子，如果爸爸买给你，那个 Groot 树娃娃，我们不见了，那你还会生气吗？不会。不会啊，因为爸爸买闪电侠给你就好了，好不好？好。那你要开心哦，哈，不可以不乖哦。好吗？好。你有好喜欢呢、啊。好，那爸爸就买了。要付钱吗？要。要，妈妈付钱。好，那我买这个给你。钢铁爷爷。钢铁人的话，待会要只能买头等舱机票给他坐，他可能还会超重。这里的招牌都好浮夸哦，一整个色彩缤纷又很大很大，你看，超夸张，一个卖袜子的店都可以长得这样子的招牌耶。然后刚看到那是那个奶昔，水果也超大的，哇，比一般的大好多好多倍。等一下吃饱去逛逛，哈哈哈！哇，那个好假店太扯了，这样子卖个爆米花甜点。来到 Universal 一定要拍一下那一颗球，才代表来到了环球影城哦。球，我来了，我来了！哇，是谁呀？你看，是谁呀？长得好。对，小兵 ，Bubble Go， 我们一起去吃 Bubble Go 美式餐厅。这个呢是《阿甘正传》电影里面他跟他好朋友一起开的。哦，好大间哦。
的底部还有写字，哎，每个小细节都好美。耶、yeah! ！我终于没有被绑起来了，你可以帮我动一动吗？我的手会不会动？对，也会动，对不对？哇，好厉害哦！帮我运动一下。It's gonna be your paging system. So if you need me, just put it over to the red, okay? Okay. So that means you need us here. Run means everything is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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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服务生说这个是贴心的牌子，如果你希望他停下来的话，就 stop， 就叫他赶快过来，他就会来帮你服务了。然后搬这个呢 ，run 就是叫他走开。有点像是阿甘快跑的意思，他就不会来烦你咯。所以呢，我觉得这算是还蛮不错的，你就可以放在这边。这是这里的招牌，全部都是虾，虾虾餐。甜点、饼干、芒果草莓冰沙，这个杯子会亮亮的，有没有很酷？而且这个杯子我们还可以拿回家，超棒的！小灯灯，你要喝吗？有点冰，你要慢慢喝哦。这个是什么？你喝喝看。你为什么要躲起来？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妈妈喝一口可以吗？哇，很多颜色，有黄色、橘色，还有妈妈喝一口可以吗？不可以。哎，先生，哎，先生，谁买闪电侠给你？拜托，拜托，耶！好喝吗？好喝，有好多喝。好多口味，好甜哦，好甜，好甜，哇，超甜的。小孩果然是蚂蚁。飞圆，有一些蓝色的星星。这个是盐巴吗？芒果，芒果。嗯。纽澳凉虾。纽澳凉虾。这个是什么？番茄奶油菠菜。其实还蛮小的，就是一小碗饭，然后旁边全部都是虾子。啊！我要先吃哪个呢？我要先吃饭饭好了，吃一口看看。嗯。这虾子感觉会跳哎，真的，弹性超好的。我没有吃过腾讯这么好的虾子哎，好厉害！我们现在用玉米片，然后加上菠菜奶油酱，哦，嗯，好吃！我们吃吃这个玉米片，很好吃哦，像饼干一样。哦，好，我们帮小桃的特调。把这个菠菜的酱放在饭上面，因为这个有一点点辣，小桃灯没有办法吃辣。然后，可是炸物的话呢，通常就是不会辣，所以他就可以吃这个丸子啊、炸虾。小桃得餐。在星光大道这边，哇，还有谁？黑武士还有蜘蛛，这边也有黑武士跟蜘蛛。也有哎，好多人哦。黑武士耶。哦，对，黑武士跟蜘蛛耶。蜘蛛对，少伸出去看看就好钱。对，蜘蛛好可怜哦。哎，美国队长。看到有看到对不对？超超不像，刚那个刚我们去迪士尼的那个差超多，那我们也敢来转。对啊，他们都沦落街头跟人家要钱。Give me money, money.因为这里呢会有很多穿着角色扮演的人要跟你拍照，然后跟你要钱。如果带小孩的话呢，下去我们可能会被围攻，所以我们就在车上看一看就好了。我们没有要下去，因为你太喜欢美国队长、蜘蛛人、钢铁人了，对不对？然后呢？然后这边的叔叔都是假装的，然后会。
要跟你合照，跟你要钱。累倒了。来喽！这栋房子上面有一个大恐龙，然后这个麦当劳好可怕哦。好，我们现在到了 Santa Monica Pier， 我们一起去逛逛吧。这里太阳好大哦，然后人很多，这样一出停车场就会被太阳闪到，这样啊。喂，小毛快到海边了。哇，在这里好像是电影情节在你面前上演的样子，而且这里的海鸥好不怕人，每个都长得好肥，就一直在天空中飞来飞去，好厉害哦！哇，海边的乐园，有摩天轮跟云霄飞车，哦，云霄飞车，看，酷。敢坐吗？不敢。不敢的，看起来很好玩耶。过来过来，我想要去海边了。你要去海边呢？这边就是海边。你要带我去脱鞋子，等等我。小达真迫不及待了，一起去海边，一起去海边，等爸爸好不好？不要，不要，等爸爸啦。等爸爸出来就来。快点，等爸爸，等等。涛涛，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把我埋住了，先生？你给我笑成这样啊！耶、yeah, ，我们要去海边。啊，还有谁拉着我？啊，天气太好了，而且这边到处都是海鸥，看了心情就觉得很好。嗨，海鸥，海鸥在你旁边走过去，要小心哦，我不可以太靠近。有洗干净吗？有，你看。好。好像有点搭搭的。好像有点脏脏的。呜呜。海边外的街景，棒，很有度假风哦。
小陶德玩到不想回家了。然后我们现在洗完脚，我们接下来呢会去饭店 check in， 我们要去新的房间了耶。你看我的脚，你看你的脚，你光脚丫，而且你只穿小内裤，因为你裤子弄湿了，好玩吗？好喜欢是不是？